佢背后的键盘码。7月23号星期二，时间来到下午4:11，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跟住落嚟的健康大数据时间。系啦，直播室里面咧有 Rainy， 喺电话嗰边有听众朋友好熟悉的赵博士。系啦，我哋今日咧依然要请赵博士咧为我哋带嚟一啲相关于大家健康方面嘅数据吓。嗱，喺海外嘅我哋嘅华人咧，少不免咧就都会每日同咖啡咧有啲接触嘅。当然啦，我如果喺国内嘅话咧，或者喺台湾、香港咧，就比较多机会同茶饮咧呢啲又比较多嘅接触啦。但系我哋嚟到海外大洋彼岸呢度咧，我哋可能会少不免同啲咖啡不断有接触嘅。咁我哋身边啲同事都有好多好中意饮咖啡嘅。咁跟住落嚟咧，我哋赵博士今日要同大家带嚟嘅呢一组数据咧，就同咖啡嘅咖啡伴侣，即是我哋讲嗰个 coffee mate 有啲关系啦。好，时间交俾赵博士。系啦，呢、這个数据啊得意咯，呢个数据，因为好多人真系唔知道啊嘛，佢哋知道都有听过咖啡唔系好健康啫，啊，唔好饮咁多咖啡啊。咁、其实由嗰度开始讲好啲啦。咁就点解咁唔健康咧？你谂下，嗱，唔好讲里边啲成分先，净系讲就系你本身咧。要休息噶個身體啊！但係因為攰咧，就攞啲咖啡嚟飲。呢個咧，呢個係其實可以用茶都係同一個效果，就係話你本身需要休息，跟住你攞啲茶或者咖啡嚟推動自己去繼續。咁咧就點解唔俾自己休息咧？好啦，咁上年紀做一排，咁你話唔好啊？有時做人係要咁噶啦，翻工啊，啲咩嘢要頂唔順啊嘛，咁樣咁其實個身體，如果我哋係可以揾到個平衡點，唔需要做啲咁嘢，咁啊，梗係唔好飲咖啡或者茶就更好啦。咁你就話，但係冇辦法喎。咁仲有，如果飲嘅時候有冇其他問題咧？咁咧就發現咗咧，呢個數據好重要啦，就係、你知唔知道上咗年紀咧？一般嘅人嘅身體咧，消化咖啡因咧係消化得慢過後生嘅人嗰個身體嘅。對後生人已經唔健康啦，上年紀時候仲要再消化咖啡因咧，哦，咁原來慢過其他人喎，咁就會點咧？原來咧就會好似一啲藥咁，就係佢會搭上去咯，啲咖啡因會 accumulate 喺個身體度。因為佢嗰個消化功能慢咗嘛，所以未曾消化得曬，又飲下一杯咯喎，咁咪搭上去咯。會發生咩事咧？會精神緊張啦，個人會猛啲啦，好易就扎扎跳，開始睡眠有啲問題啦。啊，瞓又瞓得唔冧，仲有啲人胃痛、頭痛啊，跟住咧就再配埋副老花眼鏡。跟住咧，咁仲偷啲頭痛添，因為本身睇嘢已經難啲噶啦，哇！而家仲要望一副眼鏡裏邊再望翻出嚟，哇！跟住咧，然後成日無端端時個心自己會跳喎，個心梗係跳噶啦，係跳走咗快咗，忽然之間 fluttering 啊跳，哇！即係原來好緊張噶喎，會唔知點解咁坐唔定啊 ，restlessness 又係會有，咁所以咧。啲數據就會話啊，最你如果真係要飲，飲一杯就算啦，唔好飲咁多啊，飲一杯啦。咁就係咁啦。咁然後咧就啊，或者你轉去冇咖啡因，或者一半咖啡因，一半一半啦，溝水係咪啊？唔係啊，係揾啲 decaf 咁樣住咧，就就冇咁犀利，或者好似我哋還有鴛鴦咁樣，冇咁犀利以為。啊！但係鴛鴦一樣，鴛鴦又鴛鴦用茶嚟鴛鴦啊嘛，都係好犀利，咖啡因都好犀利。咁但係我哋點解有啲頭先啊 ，Rainy 趙睿講起
有一個朋友通常落嘅咧，除非你飲齋啡嘅啫，咁啊朋友落去咧，就其實有兩個朋友嘅，不過我講第一個朋友先啦，就係、是、coffee mate。coffee mate 有啲咩問題啊？咁咧就係、是、個問題咧，就係、是、佢原來裏邊有反式脂肪。嗱，反式脂肪啊 ，coffee mate 如果你睇下咧，係有啲國家已經 ban 咗噶啦。嗱，唔俾用，因為佢發現咧，美國咧就可以話冇反式脂肪，你睇個嗰個樽佢話冇啊，冇反式脂肪，但係其實有可以叫做冇嘅。點解有可以叫做冇咧？原來係因為如果你係少過某個份量咧，就當係冇。有個咁嘅例嘅，其實好多嘢都有重金屬，不過我哋話冇啊，或者合格啊，賣得嘅啊，喺超市賣得啊，上網都賣得嘅啊。其實上網有啲嘢唔買得嘅咧，都可以上網買嘅。所以你諗下，你明白呢個道理，你就會知道我哋今日點解要講呢個 coffee mate 呢樣嘢啦。因為咖啡本身已經有問題。大家清楚的時候，當你加啲嘢有反式脂肪咧，會點咧？究竟同埋即係當成個歐洲去 ban 呢個 coffee mate 時候咧，佢哋係咪癲㗎？成個歐洲咁大咁做法，原來佢唔係，因為佢睇到就話你一落咧，啲叫 creamer 啦，有時咧冇奶咁樣啦，喺 office 度啊會見到啦。落完一個，有啲人落兩三個嘅喎，嚇、咁然後咧就覺得滑啲啊，係咪都落下落去嘅啦？咁誒滑啲梗係應該舒服啲啦。點不知原來喺個肝同埋個腎個消化咧功能原來有啲問題嘅。咩人唔得啊？肝有事，因為佢裏邊有隻成分，我講英文啦而家。Dipotassium 即係有兩隻鴿加個 phosphate，dipotassium phosphate 即係 DPP， 係任何人有腎嘅問題咧，就要避免 dipotassium phosphate 啦。咁 coffee creamer 咧，通常呢一樣嘢咧係有呢啲 chemical phosphate， 因為佢要防腐噶嘛，又唔使擺雪櫃，過期日子原來係好耐嘅。咁啊變咗咁你講佢好個面，梗係滑滑地啦。如果佢連好個面都冇嘅，仲有人用嘅，咁啊梗係即係有好個面。第一，你一諗起 coffee mate 就諗起可能平時休息下喺個 office 度攞杯嘢嚟飲下，又方便，又唔使買新鮮奶，又唔會壞，係咪啊？係咪啊 ，Vinny？ 我估方便呢樣嘢咧，就係大家最貪嘢嚟嘅係啊，我要俾個位你入一入啊！你飲過未啊？你飲過未？我冇啊，我對咖啡，我平時好少飲咖啡嘅，其實係咯。咁就係個 creamer 咧，你有冇望見過未先？我而家講緊呢樣嘢見過未？見過，有啲好大桶嘅添，仲要係嘛？係啊，有大包裝有細包裝噶嘛。咁你冇用過？大包裝好大一桶嘅，係咪啊？你冇用過，即係冇好奇過哇！不但話口度啊，幾乎係。我幾乎都唔飲咖啡嘅，其實可能我自己個胃腸咧對個腸胃系統對咖啡咧有啲敏感嘅，其實即係你嗰、那個我飲開係茶葉咯，都係我係飲開茶嘅。哇！咁你就真係避免咗呢個 coffee mate， 因為你唔飲咖啡，即接觸到呢樣嘢就嗰個反式脂肪減低，再加上 potassium 大 potassium phosphate， 咁你識唔識人用咧？我有見過人哋用，因為我哋而家 office 都有嘅，就而家望出嚟都見到嘅。哇 ，OK， 咁呢個咧，即係我哋冇夾過。咁啱嗰啲數據咧，有啲得意嘅數據就係已經上年紀唔好飲啦，後生都唔應該接觸呢個 coffee mate， 因為血管咧同埋嗰啲微絲嗰啲位係塞下先至會有問題嘅。咁你要擺啲嘢落去係會塞得到佢先得噶嘛。咁呢啲嘢咧裏邊咧。特別有人 ban 嘅咧，成幾個國家都 ban 咧，咁就有問題啦。咁有啲乜嘢就係、是、心臟有問題、肺有問題、甲狀腺有問題，同埋頭先話腎有問題咧 ，kidney 有問題，都係唔好接觸呢個大 potassium phosphate。未講到反式脂肪啊，
已經有這個問題了。咁你嗱，好，唔该晒赵博士，我哋稍微休息一阵吓，转头翻嚟我哋继续第二节嘅我哋嘅健康大数据广告之后见。喺加州，人人必须拥有健康保险，否则将面临罚款。无论系有补助嘅加州全民健保、个人家庭健保，定系全体健保或红蓝卡补足计划，如果你或家人目前冇健康保险或即将断保，请立即联络华兴保险，我哋专精各类健保，竭诚为你服务。欢迎致电650-586-3688，650-586-3688，华兴保险，你嘅健保首选。哇！32%-47% 嘅红利 ，yes yes yes， 巨型32%-47% 嘅红利啊！立即将你嘅四年一 K IRA 现金或者 CD 去开户，保本增值，每年嘅指数回报仲多加2.5倍添。50万6年 double 变100万，8年 triple 变150万，请马上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瑞文 Simon Chuan 嘅四大公司精英团队，888-746-6688，888-746-6688，或上网 simon888.com。请记住，32%-47% 嘅红利到8月26日截止。Grand Lake Expo Fairfield 新店隆重开幕，建发石材专售花岗石、大理石、橱柜、浴室、地砖及面板，仲有实用橱柜同实木地板，一应俱全，提供一站式服务。Grand Lake Expo 新店组特别推出多款 CKB 品牌嘅浴室门，让你嘅浴室更添奢华同便利。新店地址5251号 Business Center Drive Fairfield， 电话707-673-2378。Grand Lake Expo 湾区9间分店，满足你家居装修嘅所有需求。神秘有80元，幸运88限时优惠，即日起至8月31日预购特选私人家族澳元福地可化福位，可享高达25%折扣优惠。预购殡仪服务同埋商品，亦有高达20%折扣。特选园区88个立碑、屏碑、福地同埋骨灰暗位，特价由8888至18888，提前规划节省预算，联络800元888-339，2888-888-339，2888，优惠均有条件限制。在劣质资讯充斥网络的世代，我们坚持理性与客观，有你的热心赞助可保证我们的持续运作，欢迎你成为星电视会员，或者请我们饮杯茶 buymecoffee.com/singtelusa。 只要你成为会员，即可参与每月一次的会员线上聚会，我提出问题与梁总同其他时事评论员一起讨论。赞助180元即可成为会员，送你星岛中文电台新海新装饰及星岛限量版纪念 polo shirt 一件。赞助100元或以上，即可得到一份星岛特别订制嘅精致实用小礼品。一杯茶，一世情。buymecoffee.com/singtelusa。SBB 系属于大家嘅平台。健康大数据会为大家一一解破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而家嚟到下昼嘅4:24，翻嚟今日第二节嘅健康大数据，依然有请赵博士继续同我哋讲讲咖啡伴侣啊。啊、所以呢我們今天呢講一下，就講到原來你寫字樓裡面都有這些東西，這些東西非常成功，因為呢、啊、你周圍都會見到它這個 Coffee Mate 這樣。是的，它的營銷做得很成功啊。是不是？哇，它挺厲害的、啊、在2020都還是 有很大的、啊、很多消息，如果 你聽到今天我講這件事，你就會可以自己去抄一下，就看到哇，原來一路用了這麼多年都不知道它那麼毒的、啊、跟著不知道那麼多國家禁它，甚至在美國都發生很多問題，因為政府是有給，如果是有 0.5 即是少過 1% 它是可以說當是沒有的，而有些人就說它本身不受得，因為它身體有這個問題，為什麼還可以給 0.5 叫做0呢？咁呢、這個即係立例嗰個就係咁做咗啦，因為美國係好講呢、這個即係啊，大家公平競爭啫，咁冇嘢嘅。但係當我哋由一個另外個角度講嘢啦，就係話喂，如果有糖尿病飲唔飲得 coffee mate 啊呢樣嘢咧？咁 coffee 糖尿病點解會傷到個腎先？講下呢個問題啦。因為我知道腎有問題就不可以有這個大 potassium phosphate 嘛，
咁糖尿病咧係會令到有高血糖啊，係咪啊？糖尿病高血糖喺啲血裏邊同埋去埋啲小便裏邊，所以會影響咗個腎嗰啲 filter， 即係嗰啲格格咧，嗰啲叫做一條 nephron 咧，會俾佢影響咗嘅。所以咧，糖尿病係第一樣嘢令到個腎有事。跟住分開就腎病啦，咁但係咧就糖尿病 leading cause 嚟嘅。第二樣嘢就係高血壓，嗱塞塞地啦，有時咧嗰啲血管咧喺個 kidney 嗰度咧塞塞地啦。咁個 kidney 雖然佢做緊嘢啫，佢都要食飯㗎。你成日俾佢食咁少飯，俾佢食唔夠，冇啊！我食好多有營養嘅嘢㗎。不去啊嘛，唔到啊嘛，因為嗰度啲血管塞啊嘛，咁變咗塞會點啊？就會高血壓噶喎。咁高血壓咧係第二最大個原因，令到個腎有受傷啦。第三，你知唔知有啲藥可以食落去咧，係令你去水嘅，而去水個功能咧就係、是、會傷到個腎啦。雖然因為你本身係唔去水，咁但係食去水丸啦，會令佢做呢樣嘢，你可以大家可以查下呢一個數據，會傷到個腎嘅。咁跟住咧，你就話哦，傷咗個 kidney 之後，仲同一時間飲緊 coffee mate， 咁就唔係淨係嗰樣嘢傷，可能兩樣夾埋更傷，或者製造咗一個長期嘅傷口喺度。因為飲開 coffee mate 嘅人冇聽今日嘅節目。不知道這些數據，你不會得閒無事看看這些東西有沒有問題先的嘛，那就希望幫到大家知道有件這樣的問題了。好了，那如果萬一你住在一個環境裡面，那些做小朋友的時候是接觸那些鉛 lead 鉛呢，會整到影響到個 kidney 的，也會傷害了。咁啱長大了之後就喝咖啡，咁啱就用這個 coffee mate 加上咖啡，那呢就會製造一個傷口，又是雖然不是 leading cause， 是一個重要的 cause 啊。還有全部都沒有做，不過間中有尿道發炎、尿管發炎。尿管發炎呢可大好小，間中呢可以呢有一個叫 urinary tract obstruction 的，即是說呢那個發炎的炎症呢但是一直都不處理呢，是搞到後來有由嗰樣嘢開始變到有腎石，由嗰樣嘢開始變到嗰個前列腺啊，前列腺即係 prostate 嗰度咧，如果男士咧係 enlarge 咗嘅，跟住仲有啲時有啲 cancer 咧會搞到嗰個尿管咧閉塞咗，塞塞地，咁咧如果有呢個問題咧，又係會傷害翻個 kidney 嘅喎，而有 kidney 任何問題就要避免呢個大。potassium phosphate 咁跟住仲有好多其他嘢嘅都會影響個 kidney 嘅，但我哋講住呢啲重點先。好啦，咁然後 coffee mate 裏面呢仲有啲乜嘢嘢係會有問題呢？喂，仲有問題嘅，係啊，因為佢加落咖啡有問題，嗰裏面有大 potassium phosphate， 但係仲有一樣嘢叫做反式脂肪，而反式脂肪呢嗰、那個問題呢就是脂肪反咗嘛，跟住咧搞到咧每個國家都好急咁樣提大家你唔好再攞啲菜油啊，係菜油啊，跟住咧然後攞啲化學啦，就反咗佢嗰個脂肪喺嗰個化學嗰個砌圖裏邊，呢叫做 trans fat， 本身嘅 fat 咧係當係行左同埋左，而家變咗又係左又係右嘅，一時一時左一時右，一時右一時左，咁咧就最毒噶啦，喺身體裏邊最傷噶啦，就係、是、鹽油糖。當你啲鹽有重金屬啊，當啲油食咗落去咧，唔排得翻出嚟啊，或者會製造閉塞啊。當啲糖食咗落去，會令到新陳代謝快咗啊。咁然後或者你唔受得嗰只糖啊，咁咧就變成咗會點咧？咁你會見到有啲人點解有啲人大家都咁大嘅，
點解你有事我冇事？點解你老得快啲，我冇老得咁快？啊，這個數據呢，其中之一啊，就是你日日飲 creamer， 我飲茶嘅啫，我啲茶都唔落 creamer 嘅，咁然之後咪爭好遠啦。或者你攞個係飲咖啡嘅，不過佢用奶嘅，即係新鮮奶嘅，同一個係啊飲齋啡嘅，削啲，但係大家都冇落 creamer 啊嘛，咁所以個分別就係有陣時我哋唔知道有一樣嘢咁毒嘅數據，啲 creamer 原來有咁多問題嘅喎。咁點解仲喺佢等喺度嘅咧？咁佢可以嗱做產品咧，可以好多嘢可以改嘅，甚至整下咧，聽得多咧，佢都聽埋一份咧，佢改埋裏邊嘅成分咧，都得噶，可以噶。但係你改唔改得曬全部？一個就係反式脂肪，因為用菜油反咗佢，平同埋好滑嘅。第二就係個防腐劑，可唔可以能夠改埋嗰樣嘢？第三就係改極都係唔使擺入雪櫃嘅。其實呢個問題咧，其實應唔應該食落去咧，就帶到我哋開始講道理呢樣，又翻道理咯。道理好重要，咁有道理咧係好深入嘅，可能要去到第三節嚟講下啲道理俾大家聽下。唔該曬，趙博士。咁啊，時間打半，我哋稍事休息陣，轉頭翻嚟繼續一齊健康大數據。而刻有你，一路有我，分秒精彩，星島中文電台。你願意收聽嘅係星島中文電台粵語台。喂，阿春。冇见一排，望落去后生咗喎。食咗仙丹啊？边使仙丹啦、啊？我食咗三和南海洋醇 NMN， 日日精神爽利，翻成日工都唔会攰，晚晚应酬都冇问题啦。咁我都想试下、啊。除咗去 MIT2003.com 网购之外，金融药行都买到三和南海洋醇 NMN， 或者打湾区免费电话1877408-1864查询啦。加州嘅山火尚未结束，每年都有数十万英亩草地被烧毁。山火对加州人嚟讲，仍然系危险同不可预测嘅威胁。因最近风暴而倒下嘅树木、大风、近期嘅灌木生长同变暖嘅季节，都构成山火威胁。制备山火应对计划，定期查看你所在地区嘅 Red Flag 警告，准备好应急箱，制定逃生路线，喺接到强制令之前撤离。在電話不可用的情況下，用社交媒體和短信溝通，做好準備，保持安全，絕不要忘記，全年都是山火季，盡早撤離，立即逃離危險。做好準備，盡早撤離並保持安全。加州消防員與你同在。更多資訊請瀏覽網站 firefightersonyourside.org。脚同足部有痛楚，行路都有问题，找方刚祥足科医生，快速获得舒缓及治疗，收费低而接受大部分保险。华埠沙臣街950号三百室，电话415-362-6602，415-362-6602。近年度永恒橱柜新装，橱柜石材全新 AI 多功能概念设计，见证整体规划，新进震撼优惠，全部特价橱柜折扣高达50%，系50% off 啊！永恒橱柜喺14680 Washington Avenue， 近年度电话510-916-6688。咦，你喺手机睇咩啊？正电视 YouTube 每日嘅新闻啊！星岛而家每日下昼6点都会有最新最快嘅国际、美国同湾区本土消息，你仲可以留言互动、打赏主播添啊！咁啊，我都即刻 follow YouTube 星电视同星电视新闻频道啦！喺星电视新闻频道，足不出户就知天下事。大数据会为一一解破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时
家嚟到下昼4:36啊，翻翻嚟我哋今日第三节嘅健康大数据。啊，好啦，我哋继续将时间交翻俾赵博士。唔该晒，我哋而家咧就进入呢个 philosophy 里边啦。点解我哋要讲 philosophy 咧？就係講下點解我哋會做到一個咁嘅問題出嚟俾大家咧？我哋講下養魚先啦。由養魚咧，一個魚缸咧，本身咧其實係唔需要用電嘅，因為你平時去啲周圍去見到咧啲ponds 啊，嗰啲水咧係啲池塘咧係冇嘢噶。咁啊點解會冇嘢咧？因為裏邊有植物啦，有魚，同埋咧。啲植物點攞營養，咪由啲魚嗰度嚟咯。咁但係點解可以溝通得到咧？一個係魚，一個係植物咧，係因為中間仲有一個叫做細菌喺度咧，可以叫做 denitrify 咗，佢叫做 denitrifying bacteria， 因為佢可以攞咗啲糞便嗰啲嘢，然後改型翻佢變咗做某啲即係解開咗佢，跟住然之後啲植物咧就攞佢嚟製造營養啦。啊，咁啊變咗。三樣嘢一齊去合作，跟住仲有太陽啊、陽光啊，仲有雨水啊，咁製造個循環。有咩問題？點解我哋要改啲咁嘅嘢咧？好好地地嘅，梗係唔得啦！你話，因為我哋由1900年嗰陣時咧，即係成百幾年前啦，開始睇到就話唔得咁樣咧。你咪好少魚睇，如果你有個魚缸擺喺你 office 度，或者擺喺你嘅台頭，咁啊點可以 show off 咧？點可以令到好犀利咧？你得間中先見到嗰幾條魚，有個平衡喺度啊嘛。但係如果你話我要喺個魚缸裏邊有成300條魚去見嘅，100條魚去見嘅，50條魚去見嘅，本身佢淨係可以。佢個用途淨係可以係2-3條啊，10多條啊咁樣睇大大細細咁樣啊，佢承受唔到你夾硬要逼佢，你就要加翻個叫做 filter 喺度過濾水啊，跟住隔佢，因為佢承受唔到啊。跟住咧點解承受唔到？你唔中意養植物啊，你唔擺植物又唔想有細菌喎，跟住咧即係嗰啲有益嗰啲細菌啊，你又唔想有，因為萬一有益，萬一佢有啲黐埋啲冇益嘅咧，對你冇益嘅咧，你淨係想睇魚嘅啫。咁就要改佢啦，咁就整佢啦。咁就由呢一個道理咧，大家都係養到魚，一個人哋養到好多條喎。你話哇，最多間中有啲病嘅啫，條魚間中咧，走咗幾條啊，唔緊要，我哋入翻啲新嘅落去，同睇落去一樣嘅啫。日日都走一條啊，唔緊要，我哋每日都擺翻一條，睇你個用途係點咯。咁所以用呢個叫做 aquarium 嗰個 example 個道理，做個 case 俾大家聽，你就開始諗起反式脂肪點解會嚟嘅咧？就係因為哇，你知唔知攞啲菜平時嗰啲咧油咧貴噶嘛，由動物度嚟。由豬到嚟，由牛到嚟，牛油喎，可以茶包嘅喎。我哋點做到佢平啲咧？就係我哋用啲化學嘅方法整到佢咧，而家改咗佢咧，變咗做炸得嘅，仲可以等得嘅。嗱，除咗炸得，仲要等得啊！仲有就係食落去咧，哇，相當好味喎。呢啲係經過研究先做到嘅，因為但係咁研究唔係為咗幫人嘅咩？冇搞錯。研究都係一種好似打工咁嘅啫，AI 咧數據都係你問乜，咁你唔講埋個 philosophy 點解你需要用嗰樣嘢，咁咧你淨係話你想用佢嘅時候，可能出咗個結果出嚟咧，未必係淨係結好嘅喎，可能是結壞嘅喎，咁所以我哋數據又好，大數據都好，你諗下。邊個有多數據過個美國政府喺度揀利息嗰陣時？但係好多時候點解出錯？因為有咁多數據咧，原來都有傷到某啲人嘅，幫到呢個就害到嗰、那個嚇。咁、你諗下個用途喺呢個反式脂肪本身係想做一個炸得又可以擺得又可以好味道嘅，食咗落去啲人咧，可能食咗咧仲要想食多幾條。炸薯條嘅先，因為佢浸過落呢啲嘢度，咁達到你目標喎，但係有冇由一個健康角度食完之後點喎？
哇，邊有人問啲咁嘅嘢㗎？食嘢你食嘢啦，你就唔應該問食完之後點啦。但係而家好多人就問食完之後點，啲人開始問：哇，如果我下下喂魚嘅時候咧，啲魚淨係見到我先走上嚟，因為佢認識咗我喂嘢俾佢食時候，咁其實條魚係咪真係關心我嘅咧？關心你嘅咧？咁你可能你一早已經睇到有啲實驗，又係用實驗做出嚟嘅。睇到啲狗咧，當你用個冷冷咧，同埋啲食物咧，次次冷親就有食物俾佢。跟住咧，你攞走啲食物，淨係冷咧，佢都係會伸條脷都係吃吃吃，跟住流啲口水。就係佢做咗呢樣嘢，你會原來可以咧用科學可以去到一個同一個目標，或者一個甚至一個奇怪啲嘅目標咧。但係就冇諗過有冇傷害，因為仲諗埋傷害就做唔到噶啦。所以佢哋咧嗰陣時就話啊，一片綠草地當架高爾夫球啊，梗係要全部草先得噶啦。咁如果全部草嘅，有兩種做法，一係就落啊殺咗其他啲野草佢，一係咧就用啲假嘅草。但係啲假嘅草咩嚟嘅咧？你一問咧就話哇，原來係啲啊係啲嘢我哋平時唔用得嘅，不過在上面都有些傷害那個身體傷害的環境的，不要說到那些，一說到那一部分的時候呢就很難說了。但是我們今次這個節目做了這麼久了，就是叫健康加上大數據嘛，所以我們就是專門說這些東西 Rainy， 所以呢你說清不清楚一定要說回他 philosophy 為什麼會搞成這樣，因為從來都不會拿健康同埋大數據咧嚟做 product 噶，通常做 product 咧就係講佢個用途，佢個 function， 但係唔係包括埋個 health 食完咗係點啊？好，唔該曬趙博士嘅，咁我哋稍事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就去翻我哋今日最後一節嘅健康大數據，稍微休息陣，廣告之後見。点解光大森农海味店可以$100七磅威州花旗参咁平嘅？因为系原产地直销价，而家庆祝周年纪念，所有货品88折，西藏那曲冬虫草减至688蚊一两，快啲嚟三藩市华埠都办街1122号光大森农海味店啦 ！TVB USA 将于9月1号喺三藩市嘅 Touch Theatre 举办中年好声音 Power of Life 演唱会，同大家一齐回味那些年我们一起唱过的歌。我系即刻周吉佩，我系子乔伊莲，我系子春啊，我系。立即到 cityboxoffice.com 或者直接到华埠吴兴记购票，详情请到 tvbusa.com 查询。媒体赞助：星日报、星岛中文电台。碧桂园功夫茶楼下日特惠，逢周一至五茶市推出红烧乳鸽加任选五款点心，只售$48；北京片皮鸭加任选五款点心，都只售$68。碧桂园喺604 MacArthur Boulevard， 圣 Leandro 电话5106226228，因为只限同食每台限一套。圣 Leandro 建威橱柜建材，全面装修，最新概念设计陈列室，最先进 AI 创意设计橱柜，过百款石英石、花岗石台面，唔同款式嘅瓷砖、地板、浴室设备，超级优惠，专业。私人设计，为你轻松打造梦想中的家，住得更舒适。建位地址 ：San Angelo William Street 2048号，电话5108958182，5108958182。寻找动人传言，编织美丽童话。2024年星岛吞战小姐竞选，如果你年满15岁、未婚、有合法身份，并自信自己合乎吞战美丽标准，先会入到娱乐版。下一位冠冕佳丽，可能就系你。我们参加了星岛亲善小姐选举，在参与很多不同社区活动的时候，不但在谈吐、仪态、文化交流等获得学习机会，更增添了自信和舞台经验，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成为星岛亲善小姐，更是一次发现自我的难忘旅程。欢迎你们也来参加这个美丽的成长之旅。星岛亲善小姐奖品包括$3000奖学金、每月优胜者奖品、即式婚纱摄影、人像摄影服务。参加办法详情，请参阅《星岛日报》。2024年星岛亲善小姐竞选，主办《星岛日报》。
康大数据会为大家一一解破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4:46翻翻嚟，我哋今日最后一节嘅健康大数据。系啦，赵博士，我哋最后一节讲啲乜嘢内容呢？就是讲紧呢个连根拔起呢个问题啦。就系咧，点解咧？系咪？点解我哋嗱饮开呢啲嘢？如果你唔识嘅时候，但系有追求健康咧，咁啱你就会食下啲补品啊。嗱，连根拔起就系铲除咗啲会令你负面先，悭翻啲钱先，储埋啲钱之后先好买啲其他健康食品啦。你如果走去咧，仲食紧呢啲嘢嚟捞啲健康食品落去，会发生咩事咧？翻返去鹽油糖，我哋好快就會睇到呢個反式脂肪。任何有反式脂肪咧，你會發覺咧係唔俾買嘅，即係唔係針對牌子，因為你記得就係因為我哋有個經濟喺度，就係我哋如果淨係針對牌子，好似好即係好似攞人哋啲嘢嚟講，人哋好好地整到盤生意好成功，好似你話嗰個 marketing。嗰、那個銷售做到好大，好成功啊！咁多年老字號啦，我哋唔係針對一個牌子，係我哋係針對就係我哋點樣做牌子，同埋點做人。我哋做呢個環境裏邊咧，究竟需唔需要著重身邊他人嘅健康喺一個產品裏邊？呢、這個咧係我哋嚟緊咧啊！所有社會都會發現咧，就係、是。你唔好淨係諗人嘅健康，我食唔曬，我倒咗落去，原來對嗰個啲魚嘅健康，對嗰個環境，對啲貓貓狗狗，對啲昆蟲嘅健康都唔健康嘅時候咧，我哋要避免呢啲嘢。咁所以反式脂肪係其中之一，係會喺鹽油糖油嗰方面咧就好快噶啦。呢、這個呢應該係2030前咧，就喺呢個世上度咧。更加去剷除佢，而家好多政府啊，好多人都做，因為特別咩政府咧係會好反感啲咧。當佢為你出錢嚟嘅身體健康，你譬如你會去啊，去啲有啲地方政府包曬嘅喎，不過睇下佢俾啲乜嘢你，咁佢就更加緊張。哇！原來你搞成咁噶，我包曬你啲健康，或者你移民咗過去我嗰度，我原來你會攞咗我其中一份工嘅。你話唔係，我嚟移民你嗰度咧。我會整多啲工作出嚟嘅，又唔同啊嘛！你話我會排隊，你有幾多份工，我攞幾份嘅，我啲親戚朋友咁係唔同睇法啊嘛！咁所以當你要整一個產品出嚟，你要諗下 long term 時候會唔會其實做消費者點解成日啲負擔都要喺你個膊頭度要孭曬嘅咧？事實上真係咁，喺一個經濟行第一。的環境裏面呢，是但有人要負責的，一是就是個消費者負責，一是就是個廠家要負責，一是就是個發明加埋個廠家，有時係個 brand， 即係好似蘋果咁樣，佢唔係個廠家，但佢諗起個蘋果嗰個手提。咁你話，係如果你樣樣嘢都要行健康第一嘅咧，你話呢個世界幾唔同咧？但係你一行健康第一嘅時候咧？有很多因素要著重的，第一就是行得健康第一的人很少是會做研究做到他 很順利和很好味道，通常做味道那種研究和做健康的研究是兩個都不坐在吃飯的、那變成了一些東西你就說哇什麼這麼難吃的，因為他從來沒煮過飯，從來沒煮過東西。我啱啱啊 ，Rainy， 我受咗啊嘅養魚嘅研究，因為我之前有個養雞嘅研究，有個養菜嘅菜植嘅研究，而家有個養魚嘅研究咧，發現咗咧點解啲魚有咁多病？因為之前我養雞個研究咧就同嗰啲 H5N1 有關，咁咧嗰陣時咧就話，你知唔知啲雞有病可以令到其他雀有病，其他雀有病咧？可以令到啲牛有病，因為大家住埋喺同個地方。如果牛有病咧，揸奶嗰個可以有病。而家正正就係有機會爆發啦，就因為啲牛奶
感染了 H5N1 時候呢，可以噴下去呢一些叫做 ferret， 未曾是人住，但是噴到 ferret， 另外一種動物呢原來跳入去對方度嘅，咁所以由雞去牛去 ferret，F-E-R-R-E-T， 即係話如果翻翻魚嘅研究咧，原來我哋喂啲魚食嘅嘢，可以令到佢哋啲顏色咧顯出嚟更加鮮啲嘅。咩魚會咁做啊？就係、是、英文字 K-O-I，koi， 就係日本人咧好中意咧有呢啲好靚嘅錦鯉咧啊養咗出嚟，係啦。你可以俾啲俾啲顏色佢食咧，佢會嚇佢、啊、會紅色啲嘅，因為紅色貴啊嘛。一條錦鯉咧最貴啊，可以去到過百萬美金嘅，唔係十萬，係過百萬一條。咁所以咧，你諗下呢啲好重要。但係原來喺嗰個研究裏邊咧，加咗我裏邊咧就有問題啦，就話。但是不得長久喎，你谷佢嘅時候咧，係賣嗰下裏邊好靚，但係之後咧，佢啲顏色會越嚟越差嘅。你講講俾人聽話，我做一個投資，我買條魚翻買嗰下好，但係之後就唔好咧，已經係一個問題啦。咁所以咧，或者佢條命短咗嘅，哇！成百萬條魚咧，唔係我研究緊嗰啲啊，我研究嗰啲$1,000到嘅啫。但係咧，原來世上有啲咁嘅人嘅，咁開始溝通啦。跟他講一些很重要的事，就是說你那100萬會凍過水啊，會凍過水。那他就說，哇，那那些食物不行了。那就開始講起原來怎樣製造那個食物呢，還有顯不顯顏色呢，值不值得。就回到第三節那時講 philosophy 呢，就是說原來在那些魚裡面呢，加了我下去裡面呢，講健康的研究是那個結果是有少許不同的。所以如果你有一個健康角度呢，好快脆 summarize 就係唔好食用 coffee mate。如果個腎有事咧，就連咖啡咧都少啲飲啊，飲下啲茶咧幾好。但係如果你本身咧係要瞓下覺啦，又攰個頭咧，唔好攞啲茶有咖啡因，茶都有咖啡因嚟代替乜嘢咧？代替休息。咁咧，你個身體咧就會健康啦。OK。咁若果我哋知道茶裏面咧，其實係含有嘅係茶鹼啊，有啲嘢嘅鹼性嚟噶嘛 ，tannin 嚟嘅。但咖啡咧係咪咖啡係咪按照其實佢嘅呢種烘焙嘅方式，其實係咪會有酸性同埋鹼性嘅咖啡嘅分別嘅咧？定還是所有咖啡都係酸性？有嘅嗱，呢啲澀澀地咧，呢、這個叫 tannin 咧。是如果它跌咗落去你個魚塘裏邊咧，都好煩嘅，因為它變咗有種茶色咧，就啲水體裏就唔清噶啦。咁點解個字叫 tannin？T-A-N-N-I-N 咧，因為它會染色。以前咧做皮手袋啊，做皮褲咧，係會落啲啲 tannin 落去嘅。所以人飲得多咧，都會有啲顏色上去啲牙度啊、口腔度啊、啲膚色啊，佢會有澀。佢同埋咧，佢會影響到咧。你平時吸收咧譬如你食肉類嘅人咧或者你食菜啊，都有啲肉類噶，除非你全部食素嘅啫。那個但係食素嘅人都會食啲豆，又攞 protein 嘅。而 protein 咧tannin 係會令到嗰啲酵素喺個身體度去幫你化解嗰啲 protein 咧，佢嘅功能咧會大大減少。咁如果你大大減少，因為飲咗咁多 tannin 咧，你嘅消化系統會有事。你要靠住啲茶去幫助要用個澀嗰邊，但係佢 tannin 嗰邊咧就係有問題。所以如果你想揀啲茶少啲 tannin 咧，就要揀啲白茶啦，唔好揀啲咁深色嘅茶，因為深色茶就係會有呢樣嘢。咁咖啡好深色嘅，咖啡一樣係有 tannin。咁如果食得太多 tannin 咧，即係叫 tannic acid 咧。可以，你知唔知道咧？有好多數據關於傷肝、作嘔，同埋可以有胃 cancer 嘅添，喉嚨 cancer 都有，鼻咽癌都有。哦，咁大影響啦。如果你大量啦，咁就因為呢個世上有好多人噶嘛，有啲係大量飲，跟住然之後咧唔刷牙，跟住咧再食埋抽埋支煙，即係呢啲數據咧，因為包括好多樣嘢咧，我哋為咗簡短咧。
今日得咁多時間咧，我就同你塞曬落去啫。嗯，所以茶葉裡面冇咧，茶葉定咖啡嚇，即係我哋若果真係有好強嘅對於呢一種飲品嘅需求，譬如話你每日可能飲翻嗰十杯八杯嘅，一定要。咁我可以盡量揀翻啲稍微淺色啲嘅，唔好揀到咁深色嘅嗰種茶嚟飲。嗯，酒都有 tannin， 所以 tannin 係周圍都有嘅。而有一種方法去減低 tannin 咧，亦都會令啲咖啡滑啲嘅，就係擺蛋殼裏邊嘅。所以有一種做咖啡或者揾到下一節咧，我哋又講下，即係沖呢啲嘢咧。有陣時你知道咗裏邊嗰個問題咧，即係今日好好啊！你又加插呢、這個，我已經講咗咁多問題啦，你仲加埋嗰個 tannin 咧，那個澀嗰樣嘢落去咧，咁就真係多嘢講係咪？講唔曬，講唔曬添。好，咁我哋就暫時先將話題咧喺度打住。咁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咧，再請趙博士咧，就我哋可以繼續延續翻今日話題嘅。好，好啊，記得啊，延續啊，唔、okay. 記得就話繼續啊。是好，好啊，唔该晒，赵博士，辛苦晒你，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嗯，拜拜，拜拜，拜拜。